Television. OK. 先关掉。今天是我在巴黎的 last day。呀，我又回到巴黎了。我明天就要回台湾了。你们看我这是生日行，我一个人从台湾飞到法国巴黎，然后过生日，再从法国巴黎飞到荷兰跟我朋友小思旅，然后结束荷兰行之后呢，再跟我朋友 say bye bye， 然后再一个人到丹麦，玩完丹麦哥本哈根，再飞回巴黎。那其实丹麦行应该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集。其实我前几天呢得知一个消息，我觉得 oh my god， 这一定要拍啊，有什么好不拍的 ？Like 在亚洲，如果我要去迪士尼，光迪士尼我们就有三间选择，一个上海，一个香港，一个大家最爱去的东京，我们就有三个选择。但是我前几天得知，全欧洲唯一一间迪士尼就在 Paris。巴黎，意思就是欧洲人如果今天想要玩迪士尼，他是迪士尼粉，他如果要就近玩的话，他只有巴黎这个选择。Oh my god！ 那我自己本人呢，已经去过东京的，也去过美国奥兰多的，巴黎呢是我这一次今天要自己去。全世界总共六间，今天就要解锁人生第三间，全欧洲唯一的 Paris 迪士尼。来跟大家run tour一下，我这次在巴黎住的饭店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但是它非常小。一进门呢，就长这样子，非常小。给大家看一下的空间，从 A 点。走到 B 点，欸，到床了。但是它小的我很喜欢，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 run tour。 其他这间房间的格局呢，很像是大学宿舍，就是一个人一间房，然后是那种隔间的。床的对面呢是一个长形桌子，这边呢就是我的工作区，然后旁边有个咖啡机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好，镜头转过来呢，这里是浴室，浴室我本人很喜欢，它干湿分离是做的蛮干湿分离的，我这关起来它的水是不会溢下去的。它空间虽然不大，但是很干净。然后晚上的话呢，我就会这样子，哎，就有一种可以欣赏自己美丽的 body。马桶呢就在厕所的旁边，然后床的旁边呢，它这里是一个收纳空间，是衣柜，是置物柜，是洗衣柜。然后这边是一个保险箱，这里是一个迷你冰箱。Yeah, Emily in Paris. Oh my god! 明天早上起床就是跟第八区的巴黎民众打招呼。Hi, bonjour. 啊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迪士尼见。In Paris. Woo. Yeah, 姐妹们，我现在人已经到了迪士尼乐园。我们真的是你疯了就疯了，我没有资格多问你。我真的，欧洲大家冬天真的是奉劝各位能不要来就不要来，因为 every day every time 都在下雨。刚才下雨的时候我就先用手机录。那这一次我的门票呢，我是买了两个园区，一个是经典的 Disneyland Park，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Walt Disney Studio Park。Thank you。哇，太阳出来了 ！Oh my god， 你知道吗？我刚刚进场的时候呢，本来还录一段要大骂欧洲，想说 Oh my god， 每天都要下雨是怎么样？就一录完，太阳就来了呀！ Yeah， 现在打开一张。嗨，然后这个华特园区呢，听说比较 for， 如果你是迪士尼的忠实粉丝、大影迷，这个园区会很适合他们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迪士尼电影里面相关的游乐设施，会带你去认识一些电影幕后的东西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 Disneyland Park， 它比较经典，里面有城堡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，然后也比较大。啊，听说这个园区跟新加坡环球影城蛮像的，就是不大，但可以走一下。Yeah， 哦，进来了。哦，它里面的装潢其实蛮漂亮的。哇哦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好漂亮哦。好，一进园区雨就停了。Oh my god， 老天眷顾。然后因为我的门票呢是在网络上买的，买好之后就直接扫到他们迪士尼里面的 APP， 然后里面就有两个门票，一个是进场的门票，另外一个就是快速通关的门票。然后我现在在华特园区的话，他就告诉你我哪一个可以预约。一个人来玩迪士尼，来先打卡，一个人来打卡，给大家看一下跟东京迪士尼人潮其实有差，就进场呢不用大排长龙，东京迪士尼应该是我手上碰出去都会打到别人。好，我决定我先玩第一个旋转海龟， Let's go。 Hi， bonjour， bonjour。Thank you. Ici, il est sur la map. Sur le courant est australien. Totally, we're serving the east Australian current. Woo! 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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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才，我刚走出来 ，Oh my god！ 我跟你讲，那个设施超级好玩的，但里面全黑，就是相机拍不到，然后肉眼其实也看不太清楚，但是非常刺激，然后一直旋转，好爱哦！那是个旋转乌龟，大推大推。啊，刚玩完自由落体，我跟你说非常好玩，但是因为他工作人员说里面不能录音，所以我就没有录。一样的好玩，一样的好玩。
来凤珠，可以给的 menu number one， thank you。来，不好意思，台湾明星来了。好的，现在是我的午餐时间，然后点了他们的一个 set， 有芬达一包薯条跟一个鸡肉汉堡，吃一次。旁边，你看我在对面很多发言人在看我，真的是，嗨，美猫，好来吃吃看。番茄先离开。嗯，肉非常干哎。好，它的 French fry 也非常干哎。哦，干到。我说哇，非常难吃，我不知道这间叫什么哎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背景长这样子，餐厅背景。如果路过的呢，直接先跑，不用吃。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一次的快速通关跟东京的不太一样，因为东京的快速通关是你人要进到园区，你的手机感应到你已经进园区了，你才可以去 one by one 的去预约单项设施。然后他们设施能预约的也不多，然后可能是因为人很多的关系，所以东京迪士尼有规定说，如果你买那种快速通关券啊，比如说你玩美女与野兽，你一定要扫完那个条码之后 ，OK， 你进去了，你才可以预约下一个你要预约的单项设施的快速通关。但我发现巴黎的 Express 比较不一样是，它给你一个条码，然后这个条码呢，你可以玩两个园区加起来总共有15个设施，就是有15个设施可以玩，然后大部分都是热门的设施。但它这15个设施里面，它只会给你一次的快速通关，你用完就没有了，跟东京比较不一样。我刚刚才发现这件事情。好的，我等一下打算呢，在这个 park 再玩一个游乐设施，然后差不多就可以去下一个 park。然后这，快，老公，不好意思，这一家真的比较吃，比那个 Burger King 还难吃。请离开。Merci. No, thank you. 有没有？其实还蛮好看的。Oh my god！ 哎，很适合我。OK， 来到这个乐园最后一个要玩的游乐设施——料理鼠王的历险。哇哦，蹦极，好可爱，也可以坐第一排。一个人玩的好处，包场，旁边没人。A simple moment, too simple. What?超级真实哎，而且他连那个香味都有做到，有食物的味道。这个设施推推，它就是用那种第一人称视角，然后有点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就是跟着那个小老鼠一起逃跑，不要被抓到，还蛮好玩的。好的，华特，拜拜。现在呢，要去的是 Disneyland Park， 他们最大的园区。这小真的是，这是法国那种超多小屁孩的。刚刚有一个小屁孩在那边看到地板上有一滩水，他故意踩它，然后喷上来，喷超高的，请离开。OK， 耶 ！Oh my god！ 欧洲冬天这边再来了，现在要下雨了。哇哦，人没有想象中的多，很漂亮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OK， 进来园区了。迪士尼下雨天的世界 ，Oh my god！ 那什么城堡？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每一个人的脸都还蛮臭的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，然后小朋友也是这样，就很可爱。这没办法，欧洲冬天就是 always 下雨。正前方，正前方 ，Oh my god， 正前方就是啊！哇，肉眼看很壮观呢。Oh my god， 这个城堡，而且它有 green green 在闪，有没有看到？好美哦！大家 take a picture， 耶！然后这个城堡呢，它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因为其实欧洲他们建筑真的蛮漂亮的，城堡也很多。亚洲人通常第一次去欧洲就觉得 Oh my God， 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去到哪里都大拍特拍。可是对欧洲人来说，他们城堡看多了，不仅仅是巴黎，欧洲各个地方基本上都有蛮多漂亮的城堡。这个城堡呢，它为了要做出区别性，它直接让它变成粉红色 pink 的，而且上面还有那种孔钉的感觉，整个看起来超级无敌大漂亮。我光内镜这样看。欸、很漂亮哎！好来假嗨，
哇，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印第安纳琼斯，没错，我现在假嗨，心情呢我们还是要漂亮。只听说啦，网络上说好像是巴黎独家的，算是蛮刺激的一款云霄飞车设施。有没有听到声音？赶紧去玩。Oh my god！整车就我在叫，什么意思 ？Oh my god！ 大家都不开心。OK， 我又来到另外一间餐厅，肚子饿了，点了一个鸡腿棒、薯条，然后一瓶柳泉汁，再给巴黎烈士尼一个机会。刚才一站实在太难吃了，试试看这一间。你薯条一样，哇，它鸡肉非常干耶。然后刚看一下迪士尼 APP， 其他的游乐设施呢，我在其他国家的迪士尼已经玩过，然后有一些也是我没有兴趣的。我跟你讲，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有打到卡，有让它侦破我的生命，这样就不错了。预感来了啦，我现在喉咙，我很了解我的身体，我现在喉咙哦，蛮痛的。这个身体回台湾应该会进行感冒的动作。我跟他很熟了 ，I know。然后因为我明天的班机呢，蛮早的，我待会回去呢要赶快整理我的行李，好好体验我在巴黎的 last day。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。2024年第一挑战，一个人玩巴黎迪士尼，好嗨哦！梦之进巴黎，再给自己一个 challenge， 等下在户外进行一个美丽结尾的部分。OK， 总结，巴黎迪士尼呢，到底适不适合人类来这里旅游？答案是。你来了就知道。OK， 别说官宣，别宣，别宣，开。Bye，Paris， 拜拜。